被誉为千禧年代 TVB 五大花旦之一的张可颐，最近传出回巢消息，令到无数剧迷都十分之期待。现年55岁的张可颐，当年加入 TVB 无奈就迅速走红。2003年，佢凭借剧集《九五至尊》以大热姿态赢得视后。2012年，佢约满离巢，转投 HKTV， 被誉为港视一姐。虽然近年张可颐仍然活跃于幕前演出，但已经甚少再拍港剧，对上一次的本土剧集作品已经是4年前的 Feel TV 剧《暖男爸爸》，而今次佢相隔12年强势回巢 TVB， 将会担正主演被誉为新闻女王医疗版的《巨塔》之后。据知呢出剧即将在下个月正式开拍，其他主演阵容仲有陈伟、陈展鹏、吴若希、刘佩月、蒋嘉文等等，而师弟马国明将会客串演出。哇，这个阵容真系相当令人期待啊！你哋觉得呢？